在来到飞鸟牧场的停车场，这里是在通霄的一个山区。上次来已经是大概15年前了，发现票价有贵一点点，但是也还好，大概一个大人是220，说起来也不便宜啦。不过就陪小孩子逛一逛嘛，太阳还蛮大的，算是。然后天气也还蛮好的啦，因为我们平时也没有常常这样讲话，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所以我们就这样闲聊乱扯，有没有？小鱼啊，小鱼啊，你在干嘛？他这边有这个无障碍步道，所以这样推车再走就比较方便。那左边这边是露营区，那我们晚一点，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再去看看。哦，发现天空上面有一条步道，盖棉被，好不好？这一区很热闹，这个就是它的用餐区跟一些贩售的中心。因为今天风很大，我们顺便测试一下这个有在这个 RX150 的上面贴了一个麦克风的防风贴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好不好。嗨，可以走很远，可以走很远啊，对啊。鸭子要出现了。这个 RX150 就是电池消耗速度真的很快，所以只要带个行动电源，顺便可以充一下电池。所以这 RX150 这个有用这个的朋友，记得这个充电器一定要买，它就用 USB 就可以充电了。今天刚好有野餐的活动，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野餐的设备架在这里，可以供人家观看。然后这两只鸭子很抢戏哦，他们是从下面爬上来的。嗨，小鸭鸭，小鸭，你在吃午餐啊？你的午餐怎么会是饼干呢？你跟爸爸一样喜欢吃东西哦。你要不要喝奶奶？要哦。哦，你跟爸爸一样，每天都在吃东西哦，好棒哦。午餐，这个午餐是昨天在喜羊羊买的面包。啊，喜羊羊的面包不便宜，但是还蛮好吃的。好像彰化才有喜羊羊哦，其他地方也没有。没有啊，哎呀，喜羊羊好像没有很多。对。小玉，你有看到吗？耶，全家福，然后妈妈的头不见了。那就没办法用了。这样可以吗？
每包十元，也是一样。大羊跟小羊的饲料不一样。你要近一点啊！他脸会靠，他脸会靠过去，然后在上面这样。你近一点，跟女人近一点。你要这么？对啊，对啊。十块。来一包，关起来。欸、要不要喂？他会吃啊，他是说他洗手。他又没有催你。对啊，都我在喂。你要不要喂啊？哎、欸，一颗。你不可以吃啊！你看这样哦。没有害怕。哦，他咬到我也不会怎么样哎。好不好？这样你看。确定吗？我给他们了，都给他们了。好好玩的、啊。爸爸。哟，你也要喂啊？他也要喂啦。啊，给他喂，给他喂。那、啊、他怎么？啊，起来啊！我起，我把他抱起来。好，你把他踩地上。踩地上。有没有？掉那个食物上去给他们吃啊！危险呢，它是危险。对啊。这种比较危险哈。对啊。这种比较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它吐出一颗头，还蛮好笑的。哇，它每一只都喜欢站石头上面，你看。包包自己抱啊，刚好。他会那个吧？不行。我背了，我背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真的下雨？嗯，下雨了。你有带雨伞吗？好多蝴蝶，好多蝴蝶哦，好多蝴蝶哦，这步道真好。
走啊？啊，等一下。服务人员外出执勤走。嗨，跟爸爸拜拜。为什么要跟爸爸拜拜？好，爸爸推车。展售中心这附近，啊，这附近其实还不错。对啊，所以要去找兑换处在那里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上次我们来啊，就是找到这里风鸟大。对，然后我们从这里下去吧。各位来宾，搭乘飞鸟一号游园车，我们听到幸福的钟声就要出发喽。哎，出发哎，所以他要绕吧，他会绕回来吧。欢迎各位来宾搭乘飞鸟一号游园车，我是今天的车长，我叫做南风。前方为我们驾驶游园车的机长是阿勋师。游园车行进过程当中，头手都不要伸出去。那你挑一只啊。